五瓶水月的夏日体操广播。不知所云的滑稽动作随着音乐规律的摆动着，把手伸到自己觉得不可能的角度，把脚踢往无法想象的高度。看过自己最熟悉的身体睡着的样子吗？有没有数过自己家的楼梯有几阶呢？来套五瓶水月，与我们一同跳着比别人快1/4拍的夏日体操吧。五瓶水月准备了一场夏日活动，从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生活形态中抽出那不安分的灵魂，重现脱序的细节。水月偏爱手记在夏日的尾声掏出绝版品，还有精选过期但值得珍藏的国内外设计与建筑杂志，付得起珍藏，错过这个月要再等一年。五瓶水月的夏日体操展协同水月偏爱手记一起开办，邀请您在今年8月25日到9月26日一起来夏日体操。